世啊，即係咁多年啦，唔知十年八年啦，唔夠七千全世界先。豬流感啊更加少啊。嗱好，即係豬流感一千幾百嘅啫，全世界。但係流行性感冒咧，一年內喺美國死成差唔多成十萬人咁滯嘅。哇！咁你點計啊？即係話咧，流行性感冒咧，嗰個危險性大好多，大過禽流感、豬流感好多。即係同大家講，所以你唔好睇小呢、這個流行性感冒啊。嗱好，有幾樣嘢同大家講清楚先。呢度有呢度有幾多人已經打咗流行性感冒針嘅預防針打咗嘅 ？OK， 咁好好嗱，你已經打咗咁咪好啦嚇。咁有人就話啦，佢話羅醫生，而家已經十月咯喎，點解你十月先講呢個題目啊？打流行性感冒針應該早，即係有啲地方九月開始打，有啲八月底開始打，點解你十月先講流行性感冒咧？嗱，我自己個人咧，我啲病人咧，我就唔會叫佢八月打，亦都唔會叫九月打嘅。我通常嚟講咧。我自己嘅病人咧，我就提議佢咧十月尾或者十一月先打。點解？嗱，我話就話解釋俾大家聽。嗱，流行性感冒個季節，流行性感冒個季節咧，就係由十月中或者十月尾到四月頭，呢個就流行性感冒個季節。咁但係咧，你話十月喎，咁嗱，但係嗰個季節一開頭同埋結尾嗰兩三個禮拜甚至一個月咧，就好少人有，就算有咧都好輕微嘅。嗱，流行性感冒嗰個高峰期咧，嗱聽住啊，流行性感冒高峰期係十二月、一月、二月呢三個月就係高峰期，即係大部分嘅人90%嘅人病咧都係呢三個月嘅。嗱，咁如果你話你太早打，有啲人話一出個疫苗即刻打啦，咁八月尾就出噶啦咁。咁啊！你話好似話先到為快啊嘛，唔好執輸啊嘛咁。嗱，你要明白，你一打咗針咧，你跟住咧，你血裏邊嗰個嘅抗體咧就即刻高升。咁啊，好啦，咁你打你八月尾打咗到九月中或者九月尾咧，升到最高啦。到十月開始咧，就慢慢就落啦。嗱，好，咁你但係嗰陣時咧，你十月嗰時候都係流行性感冒先啱啱開始啊。咁好啦，咁到你最高峰期一月啦嚇，一月尾咁譬如咁啦，咁咧你嗰個抗體已經落咗咁多啦，所以咧就變咗咧，即係變咗得翻一半啊，咁都有用嘅，唔係冇用嘅。咁所以咧，通常嚟講咧，我就話同呢個流行性感冒咧，我同多數咧就叫人打咧，就你十月尾或者十一月頭打。咁啱啱同阿師母打咗嚇，因為我叫佢唔好咁早打。咁呢個就係、是、即係，但係你哋打咗唔緊要啦，我即係解釋俾你聽啫。嗰個高峰期係咁樣。嗱，一個最嗱，到底話流行性感冒係咩引起嘅咧？流行性感冒咧就係一啲病毒引起嘅。嗱，而家產生流行性感冒咧有好多病毒啊。嗱，最主要有三大類，啊有 A、B、C 三類，或者你話甲乙丙乜都好啦。嗱，但係絕大部分嘅流行性感冒咧係 A 型嘅嗰一類啊。嗱，呢個係引起一般流行性感冒。咁但係 B 型都有，但係如果 B 型嗰種引起咧就比較好輕微嘅流行性感冒 ，C 型咧就根本上差唔多冇乜滯嘅。嗱，咁但係 A 型嗰類咧，呢型裏邊又有好多種唔同嘅分類嘅，所以而家我哋大部分嘅人咧，我哋而家流行性感冒都係講 A 型啊。嗱 ，A 型本身咧嗰個病毒裏邊咧有成啊，佢有 A 型又分 H 又分 N 咁，其實咧有成十幾廿種嘅唔同嘅病毒喺 A 型裏邊就嚟嘅。嗱好，有兩個好簡單嘅問題，大家要問。第一個問題，有人話：，我都係唔打流行性感冒針啦，咁點解啊？佢話：我前年打咗之後咧，啊，過兩個月我繼續又傷風，冇用嘅咁。嗱，我想大家明白一樣嘢，流行性感冒同嗰啲普通嘅感冒，我哋叫做。或者你話傷風啊，係完全唔同嘅，完全唔同嘅。嗱，流行性感冒係一種咧，大部分嘅時間係由亞洲嗰邊嚟嘅，啊，
即係冬天，就係一種外來嘅一種病毒，每年都有一批病毒過嚟，即係就講講 A 型啊。咁所以咧，你如果你話你有流行性感冒咧，即係話咧你就中咗喺外來，特別喺亞洲邊嚟嗰種病毒嗰一年，你就流行性感冒啦。但你話我傷風喎，我感冒喎。咁我你成年都傷風感冒嘛？感冒唔一定係十月九月嘅，即係唔係一定話我話十二月到一月嚇？你八月又可以感冒，你五月又可以感冒，你七月可以感冒。嗱，咁嗰啲感冒菌咧就唔係流性感冒啊，嗰啲感冒菌就係喺三藩市成年都有嘅。嗱，嗰種叫 rhinovirus， 嗰種係嗰種鼻嘅，即係鼻呼吸系統嘅病毒。咁嗰啲同你流性感冒打針係完全冇關係嘅。你打了感冒針，亦都有本地嗰種嘅傷風感冒。而家我講流行性感冒，第一要，如果普通你話感冒咁，咩個唔係流行性？你成年都有嘅。咁啊，再講嗰啲病毒係灣區嘅病毒嚟嘅。嗱，嗰啲灣區嘅病毒有成百幾種嘅。咁你即係成年都喺度嘅，你染得到好，染唔到好，係一個咁嘅情形。嗱，但係咧，而家我哋講呢啲流行性感冒咧，就唔係灣區有嘅，平時唔喺度嘅。喺度咧，只係我頭先講過，即係最高到四月頭咧就冇咗噶啦啊！呢啲流行性感冒咪冇曬噶啦，四月之後、五月之後就冇曬噶啦。咁啊，要到出年或者係十月啊、九月先再翻嚟，咁啊，另外一批嚟啊，呢個問題。嗱好啊，講到點解要年年打流行性感冒針？點解有時報紙話咧？打咗咧就好好，有時一年話打咗冇咁好，點解？嗱，而家你打流行性感冒針，一般嚟講係我哋叫 trivalent， 係有抗三種嘅病毒，三種啊。我頭先我講話 A 型嘅，大部分啊嗱，佢三種咧就有兩種咧係 A 型嘅病毒，一種係 B 型嘅病毒。一般嚟講，你出去打叫做 trivalent 三種。有啲你話我貴啲，我俾多啲錢。佢就打叫四種，而家你去得，如果你去打針，咁你問佢，你喂，我想打四種嗰種喎。嗱，而家有好多種噶，即係你打而家流行性感冒，你去 Walgreen 又好，見醫生好。有一種咧就係或者一係三種啦，即係三元或者四元啊，三元嗰、那個預防針或者四元嘅預防針，四元即係多一種抗體。咁三元就三種抗體，四元就四種抗體。咁你話係咪打咗四元嗰個就保險呢？未必。今年呢，你點解未必呢？佢因為佢啲人嗰啲專家要估一估邊一種病毒嚟呀，好好得意呀呢樣嘢。嗱，咁佢點樣估法呢？咁樣嗱，其實呢可以引起流行性感冒嘅病毒呢，但係又通常嚟講咧，有成20種咁多嘅。咁你話你咁好危險啫？你俾我四種，最多係四種。咁我其他啲，如果你估唔中嘅時候，我咪即係白打咁樣。係啊，啊！我而家譬如有20種先啦，有20種病毒啊，你就預防咗四種。咁如果你嗱，佢嚟係一種嚟嘅啫嚇，即係我話佢啲病毒係一種嚟嘅啫，即係佢今年係邊一種嚟？即係 A 型嘅，嗱 A 型嗰度咧有，譬如即係以前大家都知道啦，流行性感冒最早係叫西班牙流行性感冒，啊嗰世嗰時世界第一次啊，1918年啊嘛，嗰時有成幾千萬人死全世界，咁啊跟住第二次咧，啊有一種有叫做亞洲流行感啊，即係 Asian flu 啊，嗰個咧就喺中國就好多啦，第三次就叫香港 Hong Kong flu， 嗱呢啲咁樣嘅流行性感冒咧。即係一種就係 A 都係 A 型嘅 H1N1 咁有啲係 H2N3 即係唔同啦。嗱好咁係一種病毒嚟嘅啫，即係話我20種裏邊，我算佢20種先啦。20種裏邊一種嚟嘅啫。咁但係而家你保你咧就保你四種啊，最多係四種。咁你話哇，咁你都咁好渺茫嘅啫。如果我保咗我四種，咁佢其他嗰嚟嗰次唔係第四種喎，第六種咁我咪唔得咁，係啊，但係呢個問題咁，佢同你預防整疫苗啊，嗰啲專家，佢哋會開全世界開大會，佢哋估啦，佢話嗱，2016年係
我哋估边一种泥？嗱，呢个最可能系呢种泥啦。咁啊，梗系种嗰种苗啦。嗱，就算呢种唔系咧，就呢种如果唔系嘅话，就第二种就成数最高咁。咁啊，估四种啊，即系估三种到四种。咁你估中嗰个机会好高啊！哇！你話咁叻，你話有成十幾廿種，你估你估一種，估兩種，估得佢係啊，因為佢呢啲唔係亂估嘅，佢係按照流行病嗰個嘅趨勢，佢睇佢過去咁多年係點樣嚟發啊，過係點樣，咁佢又估，咁啊多數都估到嘅，即係嗱大家你諗下，佢個點解佢估到個成數咁高咧？有二十種咁講算啦。佢估四種，即係佢總之咧，佢估一種咧，即係一種嚟嘅啫，即係一二三四咁。咁啊，佢嗰個成數就好高啦，因為佢係一個有知識嘅估啦。咁啊，過去咁多年間咧，啊估中嘅機會咧都有成八九成嘅，估唔中就一兩成嘅啫。咁你嗱你嗱咁啊咁啊咁係咩意思先？咩意思先？佢意思就係咧，如果你去打預防針。嗰成班專家估錯咧，咁你就白打嘅啫，冇乜用噶。譬如咧，今次嚟咧係第十六種，咁啊佢估嗰佢估就估第七啊第八啦，咁佢冇估到十六嘅，咁你打個針係冇用嘅，白打。咁但係咧，佢就好少係咁樣嘅。嗱，咁我點解講得咁詳細咧？就係你就要年年打嘅。嗱，有啲針就唔使嘅，譬如話肺炎針。以前肺炎針就一世人打一次嘅啫，嗱而家最近話唔係，佢話你早十年打一次啦，咁好啦，算佢啦。嗱，咁你有啲譬如你話有啲肝炎針，預防肝炎、甲乙丙都係打一兩次嘅啫嘛，一世人。點解流行性會要年年打咧？佢年年打嘅原因就係話咧，佢每年嚟嗰個病毒唔一樣啊嘛。嗱，譬如今年。嗰人估佢係第七種病毒嚟嘅，咁啊佢做俾你做四樣嘢啦，又七啊，又五啊，又三啊咁啊，咪叫好啦，佢估中啦，第七，咁你咪冇事咯。但係出年咧，你有四種抗體喺你身體裏邊，因為今日同你打咗四種啫咯。咁呢四種咧嚟咧冇異常，咁你話我有抗體四種，咁我不如我出年我又仲有抗體啫，我唔使打，唔係喎，出年唔係嗰四種噶咯。嗰、那個即係唔係佢嚟嗰個唔係又另外一種嘛，另外一次嚟啊嘛。譬如所以每年咧，嗰啲專家都喺度估計到底邊一種嚟，佢就做嗰種疫苗嚟到抗，即係嚟到抗體抗。咁所以咧，所以就流行性感冒咧，就因為年年嚟嘅病毒都唔同，所以咧你就要年年咧就要打針，係專家為你預備嘅疫苗打。啊！呢、這個就咁情形，係嗱，講咁多有冇問題先？停一停先嚇，因為呢個流行感冒都比較有冇問題啊？呢啲係比較普遍嘅問題，因為好多人問我噶啦，羅醫生點解要年年打啊？咁我打其他針就一世打一次兩次啫，點解流行感冒要年年打啊？就是、因為年年嚟嘅病毒都唔同嘅，所以你就變咗佢冇辦法話一年預防曬咁多年嘅呢、這個第一點。第二點點啊？打咗仲我仲有病噶，仲有傷風噶，因為你打個針。即係預防嗰個流行性感冒，就唔係預防你灣區嗰種傷風菌嘅。嗱灣區嗰種傷風菌嗰種感冒菌咧就冇問題嘅。你有病咧，你都唔會死嘅，因為咧佢仲唔係咁犀利嘅。你即係最多係流鼻水啊，咳兩下咁樣就一即係你話你感冒啊咁啊，食啲傷風素啊乜都好啦，咁你就會好噶啦。但係流行性感冒咧，某一啲人嚴重嘅話，你唔處理佢咧，你會死嘅。呢種所以就要就係有少少唔同喺呢度。頭先你講嘅肝炎，一世人打一次啊？唔係嗱，肝炎有好多種嚇。肝炎咧，如果有甲型肝炎，打兩次，你就第一次咧，肝炎都係病毒啦。第一次就而家打，跟住六個月之後再打第二次，啊，即係由六個月到十二月之間打一次，咁你就一世免疫甲型。乙型打三次，而家打咗一個月之後再打，六個月之後再打，咁又一世免疫啊！因為你嗰啲甲乙丙嗰個人係某一種嘅病毒啊嘛，所以你防咗佢就一路防咗佢。但係你流行性感冒唔係喎，你麻煩喎，你即係你次次嚟都唔同嘅，唔同病毒嘅，有冇問題添？
大家講打針呢度係後邊。嗱，有效時間咧係大約我諗最多係三五年嘅啫。所以有啲人就話咧，佢年年打呼殺咧有好處㗎，因為佢今年又四樣，嗰樣又四樣，咁到你可能你遲或者三年之後嗰、那個醫生嗰班醫生估錯咗，咁佢嚟嗰種病毒咧，你三年前打過，咁你個病都輕啲啦。嗱，其實好多時候有人話咧。你年年打呼殺咧，你就算以後唔好彩有咧，就算有咗臨床感冒咧，都輕好多嘅。有啲從來唔打呼殺嘅咧，佢話佢一嚟咧就病得好重啦，佢身體完全冇抗體嚇。有冇問題添？喺即係打呢度，即係打流行性嗱，大家知道啊，流行性感冒係一種病毒，係外來嘅，一定係喺亞洲嗰邊嚟噶啦。多數咧就最早做早期就十月嚟到十月尾，但一般嚟講咧係十一月十二月先嚟嘅。咁啊喺度咧幾耐咧，傳流到二月尾三月四月就冇噶啦，慢慢。咁呢個就是季節，呢、這個就係流行感冒嘅季節。啊，打針你可以八月尾打都得嘅，佢嗰陣時先出。但係我就提議大家咧就十月或者十月尾或者十一月頭打，咁啊最穩陣，即係最預防得最好。你打咗針之後唔一定擔保你冇感冒，即係呢個，但係應該嚟講咧，如果估中嘅話咧，你應該防止咗你嗰一年嘅流行性嘅感冒。OK， 好，嗱，如果冇問題咧，跟住講啦。嗱，流行性感冒到底，如果我有咗病毒，到底幾耐我先發作？同埋如果發作會幾耐？譬如而家有流行性感冒嚟啦，咁你同一個人傾偈，嗰個人咧有流行性感冒，已經患咗流行性感冒，咁你同佢傾偈，佢係打乞嗤，咁你有咩同佢傾偈？咁你係咪即刻病咧？嗱，嗰即係你同佢傾偈嘅時候咧，佢啲病毒呢、這個流行性感冒係傳染噶，傳染病嚟噶。咁你同佢講嘅時候咧，你就吸入咗佢嗰種病毒啦。咁你幾時先病啊？嗱，通常嚟講個叫 incubation period， 即係你個病毒入到你身體幾時先發作咧？係一日到四日。之內啊，快者一日啊！你同佢講，你第二日你就開始唔妥啦啊！平均嚟講係第二日同埋第三日就開始發作啦。嗱、啊，最多四日之內一定發作啊！如果你話我同阿某某人，喂，我同某某人傾偈，話嗰日佢又發燒又嘢啊，咁我探佢，佢又打一次對住我打一次啊，咁樣唔怪之啦。我十日之後我病喎咁。你十日之後病嘢唔好撻賴佢嚇，呢個同佢冇關係啊！嚇，你係一日到四日之內你會病，呢個流行性感冒嗰個傳染嗰個期係咁樣啦。咁啦，如果我有咗之後，我病幾耐啊？咁嗱，你話我唔食藥，病幾耐咧？咁啊，通常嚟講咧，流行性感冒你唔醫佢咧，由你發作開始到你冇曬嘢啦，即係咁。咁咧大約係七日，唔應該超過九日，一個禮拜到咯。啊，好，咁呢個就係一個呢個嘗試期。即係如果你唔死嘅話啦 ，OK， 即係你咧發，即係話咧呢個病發時期係咁樣啦。咁啊，有冇問題添？呢啲方面有冇問題？係。因為佢係咪屬於治愈性疾病嚟啊？嗱，係。因為呢個病毒係治愈性質嘅，大家知道咧，我哋病毒同細菌有啲唔同。嗱，細菌咧，佢你唔醫佢，佢可以永遠喺你身體一樣，佢唔死噶。嗱，譬如你話我而家有葡萄球菌喺我喉嚨度，咽喉炎啦，即係喉嚨發炎啊。咁嗰啲係細菌嚟嘅。咁你話佢會唔會死啊？咁？你身體同佢打啦，你身體抗體啦，你咪同嗰啲葡萄球打啦。當然你話我食藥啊，我食盤尼西林，我食青霉素、紅霉素、先鋒霉素，食完咩都好啦。你食嗰啲藥咧，咁啊嗰啲藥啊幫你殺咗個葡萄球菌啦，咁你梗係死咗啦。你話我而家唔食藥都得，你身體有抗體噶嘛，你身體有白血球啊，有乜乜咪同佢打咯。你話但係咧嗰啲，如果佢唔係因為嗰啲菌咧，唔係因為打死咗或者咩咧，佢唔會死㗎。
佢會一路一路咧，即係一成十、十成百咁落去嘅，一路你一路整到你就肺炎啊咩咁。呢就係細菌，但係病毒唔係。嗱，有某啲病毒咧係唔死嘅，好麻煩嘅。艾滋病毒佢唔死，佢唔會自己死嘅，即係佢會佢一路存留喺度。肝炎病毒唔死。佢一路唔死，另外一種咧就係嗰種叫做 kissing 即係有兩種，但係三四種嘅啫。但係其他啲病毒咧，自己會死嘅。啊呢個，即係你唔打佢都要死噶啦。佢壽命係咁多嘅啫，佢亦都唔會話一路一成十十成百嘅。咁嗰啲細菌咧，嗱流行性感冒就係嗰種啦。流行性感冒嘅細菌咧，嗰種病毒咧唔係細菌，對唔住。流行性感冒嘅病毒咧，我已經講咗啦，七日到九日佢死噶啦。即係佢自己會死嘅，你唔醫佢都死噶啦，佢自己會死噶啦，啊！佢亦都唔會話一路繁殖落去，唔會一代兩代三代冇嘅。佢入到你身體裏邊，你病，佢嘅生即係嗰個病毒嘅生命咧，係得七日到。咁所以你唔醫佢都你都會好噶啦。咁但係你捱唔捱得到嗰七就九日先？呢個係另外一回事。OK， 有冇問題？呢度？是肺炎點啊？肺啊！肺嗱，我陣間會講嗰個症狀嘅，即係你到底你即係如果你感冒，你患咗流行感冒有咩症狀？其中一個係咳嗱，嗰、那個咳咧就乾咳嚟嘅，即係冇痰嘅呢個流行感冒。但係你可以轉症嘅嗱，個問題就係話咧點解會死咧？你話即係嗱，有啲人咧佢患流行感冒。不是流行性感冒要他死啊，因為流行性感冒之後他轉症，轉了肺炎，而這個肺炎呢是可能呢由就算肺炎也好啦，我現在有肺炎了，但你七是因為那個病毒引起的，那到七日九日之後呢病毒死了，那你的肺炎就慢慢你不用吃藥啊，你就自己好翻，但是很可惜呢就是呢很多人轉症由病毒轉了細菌，因為你已經弱了你的肺弱了，病毒侵入個肺，你有病毒嘅肺炎，即係 viral pneumonia， 你個肺弱咗，咁當你個肺弱咗咧，嗰啲細菌就乘虛而入，咁啊令到你變咗咧，你呢個係細菌式嘅肺炎，細菌式嘅肺炎一定要依家一定要俾藥佢食，如果唔係佢會你會食你會即係佢唔係嗰個唔係一個禮拜啊，嗰個你可能幾年即係或者你就養，咁呢個就係咁樣。咁不過我陣間會講再講埋嗰個即係流行性感冒個病徵，你點知道你有流行性感冒？仲有冇問題添？頭先講到呢度，未講病徵之前，講病毒個壽命各方面。好，咁我又或者講，你點知道你有流行性感冒咧？到底流行性感冒有咩病徵咧？嗱，我講埋最後先講醫啦。有咩病徵咧？嗱，個病徵有幾樣，第一發燒。嗱，一般嚟講，我哋感冒咧就未必發燒嘅，即係我嗱感冒啊，或者有啲人叫傷風啦，咁啊流鼻水嗰啲咪發燒。但係流行性感冒係發燒，第一。第二咧就肌肉痛，成身。你話骨痛好啦，肉痛好啦，嗱，成身都肉痛嘅，即係話咧，我流行性感冒咧，我又發燒，咁我瞓到只唔舒服，咁跟住咧，我膊頭又痛，腰又痛，大髀又痛，所有都叫做痛。我就要病咩感冒？呢種撞下就流鼻水。嗱，你撞下風流鼻水呢個係感冒，呢個係傷風菌，呢個唔係流性感冒啊。我哋廣東人叫傷風菌。一食一藥，佢藥止咗。係，你呢個唔係流性感冒啊？唔食藥都係成日啲流鼻水。冇錯，係啊。你流鼻水，淨係流鼻水有兩樣嘢嚇，一係咧，你就唔係傷風，係過敏，即係你對花粉過敏，你對咩過敏嗰啲，佢哋 fever 嗰啲咁樣，即係嗰啲就係過敏，過敏嗰啲冇菌啊。過敏是花粉令到你刺激你的流鼻水，那你一吃一些藥呢，它止了你鼻水，你就不流鼻水了。那另外不是花粉，是有些病毒叫傷風菌，那些叫 rhinovirus， 有很多那些叫鼻的感染鼻的病毒，那感染鼻的病毒呢，那些病毒呢引到你流鼻水。那些病毒流鼻水，那些你不發燒，那些不是流行性感冒，那些只是一個我們叫傷風病毒啦。
咁你流鼻血流鼻水又唔發燒，好咩㗎？個人精神㗎，精神爽利㗎，又唔痛又唔嘢又唔發燒㗎，就一味流鼻水。咁你食嘅藥咧就止咗流鼻水，咁啊冇嘢啦。咁啊咁點啊？嗰啲病毒點啊？啲病毒自己會死㗎嘛？你佢唔係個俾藥，你唔係殺病毒啊！俾藥你只係等你唔好流鼻水啫。但係啲病毒你留得三四日，食咗三四日藥，五六日藥啦，嗰啲病毒自己死啦，死曬你咪唔流鼻水咯。啊！你而家講啲係傷風菌啊，傷風病毒有冇問題添？呢個唔係流行性感冒啊，唔係嗰種嘢，有冇問題添？係。背脊痕又唔係流行性感冒，又唔係傷風菌。你背脊痕多數係皮膚敏感。嗱，你痕咧，你可以唔一定要出一粒粒嘢嘅。嗱，你好可能咧，嗱，仲有一樣嘢，嗱，有啲有就係皮膚乾燥都會嚇，有啲你或者你搽啲潤滑劑就冇事。嗱，你皮膚乾本身係會痕嘅。嗱，當然啦，有啲就成身痕啦，嗰啲唔一定皮膚啊。如果你個即係 bilirubin 嚇，你嗰種嘅膽黃素咧，如果係太過高咧，你就成身痕噶啦咁樣。咁不過痕嚟講咧，即係一般嚟講痕係皮膚啦，即係都係同皮膚有即係有線嘅咁。有冇其他問題？係。係。嗱，你如果你醫生叫你打兩種防疫針，即係而家唔計流行性感冒啦。嗱，一種咧就係、是、通常我叫你打肺炎針啦。如果你未打過就，而家最近叫你打嗰種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叫包疹啦，我哋叫生蛇啊，即係換一句講。你打咗就肯定唔好生蛇，嗱我哋中國人叫生蛇。咁其實咧就係、是、嗰個一般嚟講，我哋嗰個醫藥名詞叫包疹。即係嗰種嘅大狀包疹啊，話埋咯。嗱，生蛇咧其實就包疹好多種啦。啊，我哋細蚊仔出疹啊，出咩都有啦嚇，出馬出疹嘅。但係咧，我哋大人有一種咧叫生蛇。點解叫生蛇？因為你出咧係一條帶咁嘅，即係好似皮帶咁啊嘛，生蛇。咁所以咧，你話喺邊度都一條咁樣嘅。咁啊，我相對我哋就叫做我哋廣東話咧叫大狀，即係好似皮帶咁大狀包疹。咁嗰種咧就即係生蛇咯，佢同你打就等你以後唔好生蛇，同埋唔好有肺炎。咁即係唔該生啲死人。係咪一年一次啊？嗰啲。唔咯。一千個啫嚇。你點話？咩死人話又話？嗰生蛇啦，講下見過呢個生嘅死人。永遠唔會嘅，冇人死過。蛇針咪打一。你從來冇係係咁講，講係咁講，你從來唔會見到一個人咧。生蛇生到一個圈嘅，從來冇嘅。點解冇咧？嗱，因為咧，生蛇一個神經，嗱係一個神經線啊。你點解一個條帶咧？因為嗰啲病毒係侵襲你一條神經，嗰條神經係喺個哦。嗱，啲神經點出咧？喺你胸口又好，喺你腰又好，喺你背脊個脊椎嗰度出嚟嘅。咁啊出嚟就兩條，你左邊一條，右邊一條出嚟。咁你左邊嗰條，如果你生蛇，你係譬如你係右邊嗰條，咁於是咧右邊嗰條神經所有嘅皮膚咧都起泡泡啦一粒啦。咁但係咧嗰啲病毒從來唔會話侵襲兩條神經同時侵襲，冇，即係侵襲一條嘅啫。咁而且咧仲話要兩條神經同埋喺嗰度啊，冇啊！我做咗咁多醫生，從來未見過有人生蛇生個圈嘅。唔好話我冇啊，從來醫藥文獻冇嘅。佢一嗰一話咧就嚇你嘅啫。嚇、啊！你生到個圈你咪死咯，但係從來冇人啊嘛，從來冇死過啊嘛，所以又唔使驚啊嚇。咁都省牙口嘅。係，嗱佢呢個係啊，嗱生蛇咧，一般嚟講咧係生喺一係就心口，有啲喺個心口打橫過，一係個腰度，呢、這個就最普遍嘅。但係神經線唔係淨喺身啊嘛，頭都有噶嘛。嗱生喺頭就危險好多啦。嗱點樣危險咧？最危險啊！你生喺口度咪最危險，生喺眼度。如果一條帶去到眼度咧，嗰啲病去到眼度，你盲噶嘛。所以我哋做醫生最怕人生蛇生喺眼度，一生即係唔係生眼度，生個頭度。咁佢包括咁嘅，佢生喺頭一開始起泡，你唔會一去到眼度嘅，都就喺你個面嗰度去。你睇住哇！你睇啲泡泡咁樣去嘅時候咧，馬上之後要好快要食藥。你如果你等嗰啲病毒去到你眼嗰度個眼膜嘅，特別係嗰、那個那個眼角膜啊，咁啊眼角膜嗰啲病毒去到眼角膜嗰度侵入眼角膜咧，
你就會盲嘅。所以嗰個係好危險嗰、那個，即係生蛇生面度。OK， 而家講病毒嗱，咪講翻嗱，對唔住啊，我講埋流行性感冒先啊，講到一半就叉開曬。嗱好，點啊？咪撲仔啦，唔係咩色，即係呢個就係生蛇嗰種嗱。一般嚟講咧，生蛇咧有一點點啦，係一個好似撲仔撲仔咁嘅，咁你即係生蛇，咁喺個面度有啲就好痛嘅。嗱，一般嚟講，你出疹咧，出麻疹嘅疹係痕嘅。你話哎呀，我粒粒好痕啊，拗啊咁。但係所有嗰啲包疹咧出嗰啲咧，即係話而家我講大腸包疹咧係痛嘅。嗱，你最先或者咁樣講，或者順便講講先啦，講到呢度嗱，最早。你點樣知道你有大腸包疹咧？即係你生蛇之前係點咧？嗱，生蛇最好就越早睇醫生越好啊！因為你話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如果你到最後咧先睇醫生咧，佢可以醫好你嘅皮膚，醫唔好你嘅神經。你可能神經痛痛兩年都有，三年都有份啊！嗱，最早係點咧？你話哎呀，我呢度痛喎，有啲皮膚痛喎，喺或者喺個心口度，或者喺個肚腩度，但你睇都冇嘢，皮光肉滑啦。但係你話好痛喎呢度，咁你話我著衫，喂我件衫我件恤衫好軟熟啫喎，點解都嗨聲都痛嘅？我呢邊就冇嘢啊。嗱咁呢個咧就係你包疹未行，即係未行出包疹之前個病毒開始影響啦。如果你嗰個時候睇醫生咧，嗱咁你包疹有藥嘅喎，係醫你嘅喎。如果嗰時候即刻俾藥你食咧，你就冇問題。你可能出一粒你都唔出添，可能出得咁多就謝咗。嗱但係如果你話我冇嘢，唉，冇嘢嘅，算數啦。咁或者琴晚俾個曱甴拉過啫，咪唔理佢啊。咪晚你出疱疹嚟一粒粒。如果你出咗一粒粒嘢咧，嗱你嗰時你應該去睇醫生啊。有人話唉唔緊要嘅，佢可能係一啲嘢污糟啫，洗冇事啦咁。嗱你一路出到犀利咧，你跟住咧嗱嗰啲病毒佢侵襲你嘅皮膚咧，你就出卜卜。嗱皮膚你唔使擔心啊，實冇事嘅。你唔醫佢都好啦，你過咗十日八日或者二十日咧，就嗰啲泡冚唪唥甩曬，佢自己會脫咗，你又會皮光肉滑，從來唔會有疤痕。但係咧、那個問題唔係皮膚，係神經。同樣嗰種嘅病毒咧，叫 herpes solstice 大腸包疹嘅病毒，去到神經裏邊，佢就侵蝕你神經啦。嗱，如果你又唔醫佢嘅話咧，佢咧就嗰啲包疹一路嚟侵蝕神經，就越深越嚟越深啦。咁你就開始神經痛。嗱，如果你話你早啲啲時候咧，你知道佢一開始侵入神經嘅時候咧，你食藥咧殺咗啲病毒，咁咧佢腐蝕你神經，即係負責最淺即係最表面嗰一層咧，咁你可能兩三個月咧，你身體就好翻，即係你自己復原啦，啲病毒死咗啦嘛，你神經自己復原啦嘛，咁你就痛三幾個月，你都唔理佢，一樣有佢痛。你而家講乜嘢？而家我解釋佢而家講大腸包疹，而家我講翻嗰個大腸包疹嗰樣嘢，因為呢樣嘢係都係緊要，我想佢哋早啲去見醫生。如果你有嗱，咁如果你去到好深嘅時候咧，你嗰個神經咧，只一半俾佢侵蝕咗咧，你可能有兩三年咧，你都命好。咁你痛痛兩三年，好啦。咁而家我哋講翻咩啦嚇？你頭先係問我，而家講翻呢個流行性感冒啦。嗱，流行性感冒講到病狀啦，我哋想講病狀，講咗幾樣嘢。第一咧就係發燒，第二咧就肌肉痛，第三就乾咳，咁有時會流鼻水嘅，有時會流鼻水，咁係幾樣，冇乜痰冇痰嘅，咁咧就好，咁呢個就係一般嚟講流行性感冒咁樣，即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啊，咁呢啲就同埋好攰啊，成身冇力，即係好攰，咁如果你有嘅話咧，咁我頭先講啦。你唔理佢嘅話咧，咁如果你係身體仲健康，你抗疫能力仲好嘅話咧，你又冇咩其他後，即係嗰啲其他嘅後遺侵襲症咧，咁你就約七日到咧，到九日到咧，你就會好噶啦。咁但係咧，你話咁有冇得醫咧？又間有得醫啦。嗱，個問題就話咧，你因為我唔食藥，我唔信藥嘅，我又唔信中藥，唔信西藥，咁啊點咧？都有辦法。你唔信藥啊嘛？第一咧就盡量休息、瞓覺、飲多啲水，最好就飲多啲湯水。你就唔好啊，飲多啲湯水就瞓覺，
咁咧就同埋咧，如果你就要點都要退燒，如果你太過高熱，點都要食啲退燒藥嘅啫，樣嘢咁就咁啊，咁你就喺度捱喺度捱咯，嘔咯，咁啊你咪嘔七日到咁咪好翻咯。咁但係我就唔提議你咁嘅。如果你知道良性感冒，而家有藥醫噶嘛？有一種係你話佢殺又好，你話起碼佢控制病毒嘅藥嚇。咁有一種藥咧，一知道如果你譬如你睇醫生，你話哎呀醫生，我而家。我發燒啊，又乾咳啦，咁我睇你睇個樣，你睇開始流行感冒咧，咁嗰種藥咧就係、是、一日食兩粒，食五日，咁你就能夠控制咗你，咁就啲病毒就唔會喺啲病毒周圍去引起咁嘅問題。咁呢個就係一般流行性感冒嘅處理方法。如果唔食藥咧，就我再講過，唔好再做咁多嘢啦，多啲休息瞓覺，飲多啲水，飲多啲湯。咁樣，同埋盡量退燒，就係咁啦。咁另外你食嗰啲豬特效藥咧，就係呢個流性感冒抗感冒嘅藥。好，咁有冇問題添？嗱，流行性感冒咧，舊年咧就唔係咁好啊。舊年嗰啲醫生估錯咗嚇，話俾大家聽。即係如果你即係唔係今年啊？你舊年即係你2014年，如果你有啲人話點我打咗針，咁你都好似有啲唔係幾妥啊咁。咁但係咧，舊年佢哋咧。佢哋用你無論三元嘅抗疫又好，四元佢有咧，都估錯咗。咁今年又估中咗。OK， 你所以你如果你嗱，你話你點知啊？因為而家我話啲病毒喺而家仲未嚟到美國嘅，即係仲係而家我都好少見，仲未人見。而家已經十月尾啦，都冇乜幾多個人有。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？冇乜幾人感冒啫。如果佢啦嚟得犀利嘅時候，好犀利嘅。我哋做醫生知啊。整個診所裏面出曬啲人個坐喺度都係流行性感冒。好，有冇病問題？流行性感冒係點解啲嗰啲病毒喺外邊嗱？點解喺外邊嚟咧？嗱，呢個流行性感冒呢種菌咧，係喺人口密集嘅地方嚟到即係開始嘅成長嘅。美國咧，就算你三藩市人口密度都有限啦。世界邊度人口密度犀利啊？上海啦，有冇去過上海？你最近？上海啦，香港啦，即係嗰啲印度都有啦嚇。變咗即係你人佢係佢當然啦。大家明白啲病毒咧係病毒都係中意凍噶嚇。病毒是喜歡凍的，所以你傷風就熱都是細菌喜歡熱，細菌就喜歡熱，越熱越好，細菌繁殖病毒越凍越好。所以你說哎呀，你說我昨晚忘記穿衣服出街，或者我昨晚就出街鬼死那麼熱，穿著件薄衣服，不知道那麼夜才回家，那麼夜回家就哇吹一吹風凍，開始流鼻水了，打一次啦，傷風啦。點解啊？原來咧，你個鼻哥度咧，原本已經有啲傷風菌噶啦，不過好少。咁你身體抗體又冇問題，頂住。但你突然一凍嘅時候咧，嗰啲病毒開始繁殖啦。咁你就開始咩啦？好，病毒喺人口密集嘅地方，你天氣凍嘅地方，佢開始繁殖。所以我話咧，所以你熱天冇噶，你七月八月冇人搞流行性感冒冇呢樣嘢噶。點解我哋嚟到呢度九月十月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咧，喺嗰邊都係噶，即係譬如上海咩都好啦，你七月八月都冇噶，到九月十月嘅時候咧，佢就開始喺人口密嘅地方有。點解人口密嘅地方有啊？因為你知唔知啊？而家我哋呢度，你有，譬如你話我有流行性感冒，咁請問你喺邊度住啊？哦，我住某乜地方。咁你嗰度屋企有幾多人啊？我一個人啫啊！我住單人房啊，我隔離都有人，但我唔舒服，我咪成日喺單人房度咯。咁你冇嘢啊嘛？但係你喺上海嗰啲一間屋裏邊成30-50個人，你一個有就即刻所有啲人都傳染曬啦。所以咧，所以呢啲而家流行性感冒多數都喺人口密集嘅地方，而家就係亞洲咁啊傳嚟啦，傳嚟美國啦。呢個一路都係咁嘅趨向。
或者以後唔係啦，或者以後美國人好多好多多過嗰邊，咁可能喺呢邊開始傳過嗰邊都唔定啊。不過而家就咁。咁但係點解會傳嚟啊？啲人而家我哋啲人嗱，唔係話好似因為嗰啲病毒坐飛機嚟啊嘛？點解坐飛機嚟啊？你人坐飛機啊嘛？你喺嗰度譬如有十個人去坐飛機咁嚟到你，咁你咪有咯？即係係人同人傳染嘅啫嘛。因為佢哋嗰邊最先有，因為人口多，就開始就快。啊，冇問題添。如果去旅遊，去上海旅遊，打針先。你冇事，你可能冇事。你喺美國，你唔一定有事，因為你去到上海，可能有一班人有，你見唔到，你咪冇咯。不過你去旅遊，你最好你就打咗呢個針先啦，你冇謂啊。仲有冇問題啊？流行性感冒呢個係一個比較唔係咁緊要嘅病，係。問先，第一咩叫成日傷風先？即係話你嗱，你要第一咧嗱，你好多傷風，我頭先講話係一種病毒啦。但一般嚟講，一個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傷風嘅，除非你成日都凍親啦，你一日到黑，你或者你屋企太過凍，你著唔夠衫。如果你話你保持温暖嘅話咧。你邊有啲傷風菌好快就死嘅喺啲身上，咁你冇感染完感染完，但係如果一個人話我傷風三個月唔停，我話你可能唔係傷風，可能係敏感。嗱或者你睇睇呢個問題啦，你話我成日流鼻水，我話你流幾耐？我流咗半年啦，日日都流鼻水。我話你半年流鼻水，你唔會傷風半年，我冇咁嘅好少咁嘅情形啊。咁啊，不如咁啦，你去揾個醫生同你檢查下有冇敏感，因為敏感就長期敏感喎，你唔醫佢就。咁你幫你話傷風，咁你話咁點解成日傷風？如果你成日傷風，你有幾樣嘢？第一，盡量保持你屋企温暖，成日都著翻暖衫。第一，第二你去檢查一下你嘅身體個抗抵抗力啊，嗰個 immune system 嗰個免疫系統係咪有問題？點解你會成日傷風？係呢兩樣嘢。第三咧，最好你就同時去驗一驗你嘅你嗰個有冇過敏。咁啊，不過我冇答你問題啊。如果你話你真係成日傷風，成日傷風有冇害處？睇你食邊種咯。嗱，有而家啲傷風應該冇乜問題嘅，但係一般嚟講，傷風食咗眼瞓。咁但係而家有一種唔眼瞓，一種而家最近新出一種咧，就食咗冇乜副作用。你可以日日食，有啲人日日食，有啲人日日食唔係因為傷風，因為佢敏感，日日食咁日日食一粒，又唔嚟到眼瞓，又唔流鼻水，又唔打乞嗤。冇問題，冇副作用。藥水咧，咁啲藥水點樣？你乜嘢藥水先？嗱，一般嚟講啲藥水咧，嗱，藥水本身咧有兩種咧，你要小心。第一，佢係咪令到血壓高？有啲抗傷風藥咧，啊，藥水又好，藥丸又好啦。食咗係會令到你血壓高嘅，心跳得嘅。如果你話我血壓都平時都低嘅啦，咁就冇所謂啦。但係如果你血壓高，你已經血壓高啦，你仲搏命食咧，咁你就麻煩。嗱，第一種，第二種咧，嗰啲藥水係咪甜嘅？嗱，好多藥水係糖漿嘅。如果你有糖尿病，咁你搏命飲，咁你又有問題啦。啊，你睇下點樣係嘛？啊，係啊，你就所以就即係藥嘅嘢就係要咁樣啦。睇下邊一種藥係。如果你今年啱啱流感完咗之後咧，就唔應該嚟講就唔使噶啦，唔使今年唔使再打啦，你出年要打咯。係咯，你身體產生個抗體係應該唔使再，除非咧你嗰、那個一般嚟講咧，
因為佢打咧，嗱，而家佢打疫苗咧，係打咗死咗嗰啲病毒喺你身上，咩點咩即係點樣打疫苗啊？嗱，如果我打個生猛猛個疫苗，即係嗰啲病毒喺你身上咧，你冇，你本來你冇流行性感冒都騰，我都打又騰啲流行性感冒，講唔得嘅啫。咁而家我打嗰啲俾你抗嗰啲所謂嘅疫苗咧，就已經佢已經將啲嗰啲病毒殺咗噶啦，咁佢唔作得惡噶啦，咁然之後就打你身體，你就產生疫苗。但如果你話我啱啱先正，我冇。冇打針，我啱啱先經過一個好一個流行性感冒喎，咁你身體有抗體，咁應該嚟講咧，嗰一年你就唔使打噶啦。係。針啊，打完即係冇生事㗎。應該係啊。三成啦，一次係啦。係。打咗咯，咁即系你打咗唔使啦，打生蛇。生蛇针咧，而家就嗱，你知道医药界系变噶吓，即系唔系一本通书睇到老嘅。嗱，以前嚟讲嗰种嘅肺炎针啊，一成打一次嘅啫。咁而家最近我话唔系，佢就叫你话咧，要十年打一次咁。嗱咁啊，嗱點解咧？咁因為原來我即係話點解會十年打一次咧？因為以前咧係老人家先打肺炎針嘅啫，你後生就唔打嘅。咁你都七八十歲先打咯，咁你十年之後你都差唔多啦嚇，咁啊咁啊算數。但係而家啲人長命咗，咁如果六十歲打咗嗰位佢九十歲佢又有肺炎咁咪死，咁所以佢就話唔好啦，而家佢就改咗就十年打一次。嗱，大狀包針而家啱嗰種防疫針出咗冇幾耐嘅啫，即係唔同肺炎針出完咗好耐噶啦。大狀包針嗰種防疫針咧，而家佢仲係話俾你聽咧，仲係一世人打一次。嗱，你過咗五年之後咧，可能啲人越嚟越長命，我唔知啊，咁佢又會改都唔定。不過而家就係打一次嘅啫。